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，敢为先锋。王一博全新时尚封面出炉，造型前卫，让人眼前一亮。时隔这么久，王一博的全新时尚 Cosmo 封面来了。这次短发造型的王一博，凌冽的眼光，红色的毛衣，胸前大写的五字，异常醒目。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就是酷葛王一博，手拿掰断的滑板。时尚封面的定义主题，此时此刻敢为先锋。超脱力配上酷葛的突破性，精短的头发，清冷的眼神，这次的坚定眼神更有别样的精彩。王一博的杂志总是一秒就抢没的节奏，从来不会花言巧语的摩托姐姐，速度就是这般的风驰电掣，绝不手软。看了一下这个速度啊，在众人寻找连接的时候早已经没有了。既然没有了，那我们就好好看看王一博的封面图呗，毕竟王一博从未让我们失望过。内娱如今真是改头换面，重新掀起一番热潮，那就是凭实力说话，凭本事也证明。众人说你行，到底你行不行还是要自己说了算。倪萍老师在节目中夸赞王一博，从一棵稚嫩的小树苗成长为参天大树，着实是看到王一博在天天向上中的成长。不过王一博，你在家人面前还是一如既往的谦逊跟实诚，还会不自觉的害羞了呢。很喜欢王一博被人夸后他娇羞时抿嘴一笑的模样，嘴巴一弯，奶膘一起，浅浅一笑，谁家公子初心未泯呢。好了，还是说一下拍杂志的王一博吧。他的时尚表现力从来都不是吹的，个性化十足的面容，感染力从身体到面容都能很好的把控住时尚的气息，它的呈现方式总给人一种前卫大胆的突破性，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东西存在。这次是他的眼神吗？不是呢，这次反而出彩的是他的头发跟动作吧。喜欢王一博这款短发，精致干练，全然不同于以往的拽跟酷炫。微微挑起来的眉毛透出来一股男性荷尔蒙系的发狠，迎合这次的主题，敢为先锋。同样掰断的滑板预示着尝试突破，这个态度表达出来的就是对自己的不断超越。其实王一博足够再突破了，他也不断尝试着寻求自己的极限挑战。他不是一个在舒适圈中寻求庇护的存在，他总会在动中寻找自我价值的体现。这是年轻力，也是创新性的寻找自我。不过这刊主题不难看出依旧是香奈儿的专场，毛衣上的字样五，面部上面的贴条跟小字样 M5， 香奈儿品牌的经典香水系列5号，还有各种的经典款戒指，都是单品出彩的点缀。香奈儿的突破性理念一直被大众所看好，这个品牌选择王一博无疑是相得益彰，志趣相投的一次合作。浴火重生才是更好的出发，火力全开，腾空而起，踩着滑板跃起的那个瞬间，真心感受到了王一博的蓄势待发的冲劲。爱了这款发型，脸部轮廓清晰可见，精致的脸型跟五官的搭配让他的特性表现得异常冷冽，棱角的分明吸引人的眼球。他依旧是他，不一样的王一博，千面万面，始终如一的是他的那份孤芳自赏的气韵。小豹子王一博，飞起吧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